讨厌吧，你说这一天跟了我一天了，也不知道啥事儿，跟着我干啥？哥呀，哎呀，别叫我哥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哎！我说四儿啊，咱不转了行不？我眼晕。哥，我就问你，怎么的？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？是。咱俩是不是从小一起光腚长大的兄弟？你光着腚呢，我穿着裤子呢。那天冷我也穿着裤子啊。不是四儿啊，你今天到底要说啥？我就是想问你，我们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你定下来没？就我俩这层关系，你有这好事是不是你得先考虑你兄弟我？啊，你在考虑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事儿啊？对。来来来来来，四儿，有个更重要的事我得告诉你。我爸爸一会儿马上就到咱们公司来。你爸是穆桂英吗？啥意思啊？穆桂英上墙头，阵阵落不下呀。你今天咋的了？啥意思？我就是想说，我来你公司两个月啊，你爸来了六十多回，这么喜欢这儿住这儿得了呗？他要干啥呀？四儿啊，我爸这次来啊，是来帮我考察一下谁能当这个办公室主任啊。那我干爹啥时候来呀？想他了。谁是你干爹呀？你爸呀。我爸啥时候成你干爹了呢？钱顺风，我就问你 啊，是不是你爸从这么大点前我就看着他长大的？那说啥呢？你没大没小的。对，我口误，哥，是我这么大点前你爸看着我长大的。那是。那我叫他干爹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这样啊，一会儿我干爹来啊，我必须给他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。行，你看着办吧。钱顺风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哎，哎，这街坊邻居们什么情况？哎，别管那个什么情况啊，不要管那个事儿啊。干爸爸，干爸爸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干爹耶！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您老人家给盼来了，我的干爹呀！你别的，你别的，你把我放下来，你是我干爹都行。那行，不是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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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你，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见你吗？为啥呀？因为我一见你就抱我，我一见你就抱我，你拿我当小孩呀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不是什么时候我是他干爹了？刚成的，他想当这个办公室主任。那个这些都不要紧，主要干爹你现在得不是那个重新回到这个位置上、那个哎、干啥呀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公司啊，一遇到重要的人来，就必须得有个音乐来衬托他。那我重要吗？重要啊，奏乐。哎呀。我干爹，大家的前叔，英俊潇洒啊，风度翩翩。哎呀，偏偏这时候他卡了个跟头，但是也不影响他的气质，依然的帅啊。停停停停停，小子会说话啊，云山雾罩的，冒烟咕咚的，干啥玩意儿？你闭嘴。那个不说两个人选，那个呢？哦，那个啊，对，铁蛋啊，来了，钱总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等等。哎呀，陈总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 啊，这是我爸爸，你好，这是我公司的秘书赵铁丹，丹丹，哦，你就叫赵铁丹呢？啊，你见着我为什么那么平静啊？啊，你看人家小四儿见到我之后多么的热情，向干爹学习。向干爹致敬，干爹辛苦了，干爹。行行，都停停停停停停，你看，热情的多热闹，是吧？嗯。我特别不清楚，为什么你见到我之后这么冷静？那个爸呀，
那个铁丹啊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啊、小四儿会的这一套他不会哦。但是啊在咱们公司人家兢兢业业认真工作是个人才。是不是人才我说了算啊。来打开来。哎好嘞，这是啥呀？妈呀，爸呀，画的谁呀？这是啊，这不写着呢吗？张飞。张，等会儿啊，我问上那么一句，干爹，这幅画是你画的吗？是啊。哎哎哎哎，纹啥呀？你管呢你啊？什么警犬？我是闻出来这幅画的艺术气息。妈呀，这怎么能是我干爹画的啊？分明是世界级的艺术家的作品。没事，干爹你也不用掖着口子，你就告我句实话，这画真是你画的吗？对呀、啊、画得太好了。这哪是张飞的画啊？这是，这不张飞的照片吗？干爹你信不信就这个我给你拍卖了能卖个天价。街坊邻居们，下面我就要拍卖我干爹亲手给张飞照的照片啊，起价一万，你要的没？五块，你就自己留着买菜吧，这幅画我收藏了。行了吧，小三儿，拿过来吧，还挺能拍的啊。张飞照片咋的？你见过张飞本人呢？哎，赵铁蛋啊，你的意思是我画的不好呗？恕我直言，您这幅画里有明显的错误。是吗？嗯，你看啊，那张飞骑的是乌骓马，啥时候改骑牛了？那很有可能，张飞的大哥刘备有事儿。把那个张飞的马借走了，于是乎他骑牛玩玩，不行吗？行，太行了。那个钱志峰，哎，你什么意见？爸说啥就是啥。哦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那您画的也不是张飞。你看啊，张飞用的是丈八蛇矛枪，啥时候耍大刀了？那个，张飞的大哥。刘备把他的那个丈八蛇矛那个枪给借走了，于是乎他就把他二哥的大刀给借来了，完出去耍大刀不行吗？行，太行了。那个谁，那个钱志峰，你什么意见？我的意见是爸说啥就是啥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咋都借给他大哥了呢？你管那事儿干？他大哥是老大，说了算，咋的？好，这没毛病。不是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那您画的也不是张飞。妈，这孩子这么犟呢？来，下一幅，哎哎哎哎，这来、哦、还一幅呢？这家伙整的，这孩子怎么回事儿呢？这个，来，哎呀，走，这又是谁呀？这又是谁？你这么一点文化都没有呢？是谁？我告诉你啊，李白写的诗《哪哪哪》这首诗，李白写的吗？等会儿，干爹呀，啊。这幅画也是你画的吗？是啊。呵，又纹上了，来，纹出来没？纹出来了啊！这也是出自那位艺术家之手的作品。怎么呢？你等会儿啊。就是这位艺术家。为啥？一股疙瘩汤味儿。来，下面我们拍卖李白的这个诗啊。小四儿，你可行了，别拍了，你咋那么能扯呢？哎，你先别管他，你就说这画画的怎么样。你这画的问题更明显啊！我们都知道这幅画的这个作者咏鹅是不是？他的作者是骆宾王，啥时候成李白了？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吧？是不是？你看为什么他就是李白呢？为什么呢？是李白呢？反正我就不管那些，我干爹说啥都是对的。咋的？咋的？你敢不敢说句实话？我怎么没说实话？你过来，捋捋，给他捋捋。来，我问你，李白就没见过鹅吗？李白有一天出去遛弯的时候，
看见鹅鹅鹅，一共三只鹅，三只鹅在湖面上歪着脖子就问李白：“你这叫李黑吗？”李白啥脾气呀？拿起鹅就给扔锅里了，从此以后就有了铁锅炖大鹅。李白吃鹅的时候萌生出来的一首诗：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”你可拉倒吧，这是两回事儿。我告诉你，赵铁丹，关键是谁画的画？我跟你说啊，别来那套啊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赵铁丹，你这个孩子啥都好，就是太犟。你较这个真儿干啥呀？你今天把我爸围好了，你让他高兴了，对你有好处，明白吗？没错，我是你们钱总他爹，是吧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难道我画错了吗？那李白岁数还大，他都错了呢。不是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上话肥了，这么有劲呢？别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铁丹呐，钱叔是钱总的父亲，你要把他得罪了，你以后怎么在公司混？哎，我来这是工作的啊，不是来混的。丹丹，你就不能学学小四圆滑一点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想不想当这个办公室主任了？钱总，如果要是因为这个，那我宁肯不当。对，说得好，我当。确实说得很好，这孩子有骨气，有性格，有脾气，我喜欢。钱总，哎，我决定了，你这个办公室主任还非赵铁丹不可。哎，不对啊，爸，赵铁丹可一直在跟你作对，跟你挑毛病啊。挑的对了，他说的都是真话。儿子，哎，看见没？你墙上那几个字儿，诚信务实。对，这不是画在那摆的。你想一想，哎，你选出来个办公室主任，天天围着你转，虚头巴脑，净说假话，有什么建议啊、意见呢、啊，都不敢跟你提。啊、你这公司还有什么发展？傻儿子，嗯。爸呀，我随你，一点都不傻，我精着呢。为什么？我早就定下来了。赵铁丹就是咱们公司的办公室主任。哎，不对不对，那等一会儿等一会儿，那你还让我来到你这演这一出干嘛？我这个决定不是不敢告诉二米粒儿吗？我明白了，钱总啊，你是在给你老爸挖坑，我是在替你顶黑锅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不要把二米看扁了。哎，我相信二米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是吗？只要你把他道理给他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他一定会同意的。那你能不是我？关键我现在有点不明白呀、啊，干爹呀、啊！就你先别叫干爹，你等我跟他把这个事儿交代完啊、哦，把事儿交代完。哎，知道吗？哎、为什么、嗯？你这个事儿他不同意没关系，你就说、啊、这事儿是我爸同意的啊。爸啊，你再说一遍。他如果反对的话，你就说这事儿是我爸定的，我爸同意的。好嘞。哎呀，好了，注意了。是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哎，一会儿回家我就跟他说是爸定的。就你小子，我真是的。干爹，你给我解释我的事。不是你先听我说，你别在那小嘴巴巴的。就你这张嘴，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也是不可以的。那关键你这两幅错话我都给你圆回来了。什么圆回来了？我用你圆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是错话呢？爸是错话，不是错话。啊？李白抄诗？对呀。李白拿笔重新抄写了一遍，不行吗？嗨、哎，行，不是爸呀，那你给解释解释，那这副张飞这咋回事？还扛着张飞咋回事？张飞飞，不是我告诉你啊，张飞飞跟张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谁还敢说我这两幅画是错画？谁敢说？没有，我不光不是错画，这还是精品呢，我得收藏、啊、拿过来。哎呀，办公室主任到，来给我裱上，挂我办公室里。好嘞，领导。哎，拿着。好的，主任，我先去了。哎呀，爸呀，孩子，爸呀，爸呀，哎呀，太高了、太高了，这解决了我大问题了啊！哎呀，这个二米粒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这么一个漂亮的赵铁丹，这天天吃醋啊，我就怕这个事儿。吃什么醋啊？啊，
有一个女同志怎么了？是哪个单位光是男的没有女的？没有这哪个单位光是女的没有男的？是，对不对？想当年爸当村委会主任的时候，哦，我旁边这个女的吗？还是妇女主任呢？后来我们俩就好着了吗？啊！哎，这可不能胡说，不是？哎呀，没听见啊！爸，哎呀，爸，你怎么当着街坊邻居的面说这事儿呢？那说怎么了？怎么的？咋？她是你妈不行吗？哦，后来成我妈了啊！哎呦，这事儿可不敢跟二美丽说啊！儿子，哎，听爸教育你几句啊！哎，你现在身份不同了，是公司的老总，对对对，又是丈夫，又是爸爸，又是儿子，你还是个男人。是一个男人一定学会担当。如果一个男人连担当都没有，他绝对干不成大事儿。是不是？你这自己这个事儿，还得需要你自己亲口跟二米讲，去吧。我可不行。哎呀，街坊邻居都了解，二米六就是个驴啊，他真踢我呀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是个男人。现在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哎，来，发挥你内心的说出三遍，我是男人。我是男人。好。我是男人。好。我是男人。你咋那么恶心呢？有点气势，男人的气派。来，大点声。我是男人。好，男人，我，男人，漂亮，儿子，爸爸，勇敢的去吧。再见，等我胜利的消息。再见。哎，等会回来。你顶个锅干啥呀？怕呀，二美丽真踢我呀。完犊子玩意儿，行，老爸陪你去。哎呀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呀。哎呀，啥玩意儿这是。